给你吹头发。你怎么又笑啊？要换衣服了，你赶紧出去吧。你俩笑什么呢？我们没笑啊。跟咱俩当初搞对象的时候还一个状态。啊，哦对了，小苏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当时他打坏了我的飞行器，我把他推进了泥坑，我们就认识了。哦，就那次。这么说，你俩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不太愉快，那你们又是什么时候又喜欢上对方了呢？就那次。就那次啊。我还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一直想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谁追的谁呀？哎呦，你就别问了，再问下去这顿饭就没法吃了。哦，坐，来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来，老婆。来，老公。来，吃吃吃。德德啊，你送一下苏木。妈，那么近还用送吗？哎，咱们老田家的礼数不能少，送一下。哦，那我送你。叔叔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好吗？我爸妈他们话就是比较多，你话又少，你紧张吗？我紧张吗？你好像也不紧张，你不是有社交恐惧吗？我怕你不适应。我还好。
那就好，说明已经战胜了自己，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你很棒。明天我妈就回来了，你也见见她。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我变了一个人？没有啊。也是，你个大直男，我化没化妆你都看不出来。我看出来你化妆了，你这脸上有个脏东西。哎，故意化的。嗯。哦。你化不化都好看。那你。是因为上次买金鱼的事情，我怕你妈妈认出我来，多不好呀。没事儿，我妈脸盲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就好。也买的不错。嗯。挺好的。一会儿我做两个菜，你也做两个呗。妈，这是我的女朋友甜甜的。啊。你不是上次买金鱼的那个女孩吗？的事情，对不起啊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说明你的应变能力还是很强的，智商一定不低啊，这样对下一代是有好处的。啊，对。哎呦，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行了，那你自己弄吧。他这个人太烦了，没法跟他一起弄。我去帮他做饭。啊，你别管他了，他有强迫症。没事没事。我来帮你吧。好、啊，来帮你打鸡蛋。把这个碗。对不起啊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是要饿死了，算了，恐怕是叫外卖了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点好了。嗯。